Hello， 大家，今天没有准备继续和大家聊这个麂皮的包包，当然可能也会涉及到它。今天主要要聊的是男生们都在用什么包呢，或者是男生会倾向于哪一款包包。其实这个问题真的很难，如果一个男生过来问我说你这边有没有适合男士的包，其实我是很难推荐的。比如说这两天遇到的两位男生，一位他告诉我夏天到了，带的东西很少，一般的小包就够了，像爱马仕会有很多比较小的比较扁的斜挎包也好，手包也好，有一些是为男士设计的，有一些呢可能是为女生设计的，但是男生啊，只要颜色选对了，皮革选对了，男生用起来也没有什么违和感。我之前有聊过，就是像迷你凯莉一代二代这样的传统来说会觉得是女士包的这些包包，我有看过有一些博主用的非常好看啊，男生博主用的都很好看，包括一些像我们觉得凯莉25铂金25会不会完全就是没有办法让男士来使用，也并不是这样的。我也有确实有看到过用铂金25凯莉25用的非常好看的男生，当然这些可能多多少少会有一些限制，比如说对男生的长相啊、气质啊、服装啊、肤色啊，或者是甚至一个很细小的发型啊等等等等，都会有一定的限制，包括身高。那可能对于一些人来说，男包就是代表着大啊，它一定是很大的一只包，比如说像这样的包就可能是我们第一印象啊，我们刚刚接触包包，刚刚开始上班啊，从学校走向社会了，我们可能会觉得这样的包是男生啊需要有一只的，装一些平时上下班要带的东西啊，钥匙也好，电子产品也好，或者其他的一些文件也好啊，这样的包是可以满足需要的。包括类似款式的包包在目前市场上还是被很多很多男生在使用啊，不能说追捧，他们可能也就仅限于用一用而已，并没有对它有太多美感上的要求。那是这个，那如果是相对时尚一些的包包的话，可能 LV 会出很多，比如说像胸包啊、腰包，包括斜挎包，很多男生都可以去尝试。我之前在包展上有收这样的一只包包，双子星啊，这个应该是最大号的双子星的包包，一个 LV 的啊，整个质感还是非常好的，非常耐用的感觉。它可能就是没有那么直男，在色彩上会考虑了更多，因为这个颜色真的是够百搭，够经典。同样的一个配色，大家可能会选择到其他的各种款式的小包。那如果作为爱马仕来说的话，我们可能会遇到的，像我前几天有聊过这样的一只包包，蓝色的、大象灰色的都可以去尝试一下。它作为一个腋下包，腋下包是说它在身体上的位置啊，这个包包的话整体还是比较大的，在身上的这种比例还是比较大的，所以对身高可能也会有一定的要求。这样的包款、这样的大小、这样的皮革颜色其实是蛮适合男士来使用了，就是比较随身的一个，大家可以利用好它的大袋子和小袋子，里面分门别类的放上自己出行时所使用的东西。在接触过这一类的，这个叫做 Mauri 啊，接触过这一类的不光是这一款了，可能还有其他款的爱马仕的包包之后呢，大家可能就会有一个需求，就是继续进阶到铂金包、凯莉包。我能够感觉得到啊，有一些男生还是比较排斥自己用铂金包的。你跟他说谁谁谁买了一只铂金包，他会说啊，男生用铂金包，他会有这样的惊讶，所以他的这种立场上或者他的这种概念里面完全没有办法去接受一个男生在用铂金包。但实际上当你感受过其他的皮具之后，在进阶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你一定会喜欢啊，不管是35也好还是40也好，这样的铂金包，包括一些朋友可能会喜欢 HAC 啊，其实这两个包款就比较接近了，就不分开来讲了。包括凯莉包也是一样的，凯莉包内缝也好还是外缝也好，都可以带给男生不同的感觉。接着呢再聊到刚才说啊，有一些男生可能在生活中所携带的东西并不多，可能吸烟的男生香烟、打火机、手机，然后车钥匙、门钥匙，最多就是这些东西，所以呢也会有一种冲动想要推荐他去尝试这样的包包。那这个颜色是过关的，它的大小和
肩带，这个肩带呢比较窄的肩带的话，在很多人的心目中还是女生在用的，所以看大家能不能接受了。比如说有一些男生在用迷你的康康包，用的也是非常好看的，所以就可以继续去尝试爱马仕的其他的这样的小包。那这个小包的话，它的容量是足够的，对于刚才所说的这个需求的话。同时这个包的话，它会有几个使用方法，如果这样来拎的话，这个看起来一定是女生的包，对不对？没有肩带，把肩带拆下来之后，这样拎包的话一定是女生。但是呢，如果作为这样的手包啊，没有肩带的手包，或者是加上肩带这样斜挎啊，也会有男生，当然会用的比我好看的多得多。好的，今天就是一个简单的闲聊，因为这两天问我男士包包的朋友还是比较多的，所以我会鼓励大家去尝试，用开放的心态去看一看别人都在用什么样的包包，也许要花点心思在其他的平台上去看一看穿搭，看一看别人所发布出来的一些图片或者街拍的这样的图片。在逐渐的尝试过程中，你会发现这样的尝试其实也是挺有意思的。节目的最后呢，我们来看一看，随便搜一个啊，男生的包包里面有什么。卡包、耳机包，耳机包好像现在很多朋友都会在用。然后手表，手表不是戴在手上的吗？眼镜、护照夹，还有胸针啊，另外也会有护手霜。所以如果你是女生的话，你的身边的男生都会在用什么东西啊？我觉得我个人的一些所携带的东西不是特别有代表性，我觉得还是要看一看大家都在带什么东西。今天节目就是这样的一期闲聊了，我们明天见，拜拜。